就像你的手，就像这个主板，你看这个主板，它在水上面平平的，你拖它一下，它就跑走了。如果它也有头的话，它就要看你前面，你拖它，它会看不到。因为跳起来这边就有阻力了，它就挡住了，你的头就像这个浮板一样，跳起来了你就不会前进，你就沉下去了。所以你要像这个浮板一样，身体、手脚、头变成像它一样平平的，你推它一下，它就会走掉，它就会很快就跑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跳在机的时候，你的头要怎么样？你的头要怎么样？然后你的手啊，一样不要变成这样子，对，很好，不要再玩了。